知识小池百合子访台，到了台北市和台北市长蒋万安见面，两人闭门会谈中针对双方城市地震防灾、永续发展和人口政策交换意见，而会后也互相致赠礼物。小池百合子特别替蒋万安别上2025年东京听障奥运别针，蒋万安则是邀请他自拍留念。好，我们就刚刚谈的包括防灾、人口对策、环境永续，好等等，我们进行了很多的意见交换。我想最重要，小池知识他城市治理的经验确实很值得我们借鉴跟学习。今日も市長からいろいろ提案いただきました。国がなすべきことと、そして都がなすべきことと、それぞれ整理しながら、これからも台北市、東京都でできることを進めていければ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双方聚焦城市交流互动，未来也会在体育、女性冻卵政策上交流。而针对国内台糖梅花猪肉被验出瘦肉精事件，卫福部次长王必胜自认没有错，蒋万安则呼吁应该尽速解决问题。听到哨音要警觉，而不是让吹哨者晋升。所以中央还是必须要对外做清楚的说明。至于未来蒋万安的访美计划，他表示和不同城市交流都可以让台北市更好，时间点则会参考议会休会期间，应该是落在6-7月左右。